脚多好，透明的，现在就露出来。特了十分是吧？嗯。看多好。嗯。真细呀。红红的绿的。虫状。就是就毛了就那皮不大好，这个切秧，给它拔出来的。这个拔送的香的。哎妈，这个。你真的好。这个拔秧可不小。因为我种这点香咋整就不好数了，每年出的不好，是雨水大的事儿啊，这都拍住了。嗯，我种了可不少啊，秧的籽儿。这路长得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妈个妈都吃不下，洗那个就没有味儿的，洗没有吃的味儿。给它踩踩踩底辙了，妈之前整个水晶饺子愿不愿意吃？咋不愿意吃呢？我都没吃够，太黏了不是吗？今儿咱整一个，咱们都整的都啥馅儿都忘了。今儿咱们整个韭菜鸡蛋胡萝卜的，妈那透明是吧？可新鲜了。就这么大人洗洗干净就可以。他两个笨鸡蛋。锅里倒点油，鸡蛋，鸡蛋水晶饺子粉，搁点盐，一定要翻开水汤面。和成这样稍微干点，食用油。泡好了，醒五分钟。这点辣子菜伺候煮好，干净的。这是磕叉了，一颗秧子磕一大秃噜，干净的，比那割草都好。你这划开多带劲！你这粉咋的？这是深粉。哎呀，这是黄的，里边咋还？芯儿是红的，真好看的。开始拌馅，鸡蛋。盐、鸡精、蚝油，抹点油上沾。这玩意不能洗时间长了，硬的。那破豆包吗？破豆包有硬的。咱想大点水晶，这小点。你想咋整就咋整，我说的算呗。真白哈，嗯，那还透明呢，到时候整可好。凉的就得硬。嗯，正好放进来。Thank you.
时候十多分钟左右。好了，出锅。你的脚多好，透明的，现在都露出来。透了十分的是吧？嗯。放吧，连着俩扔了。很好玩这饺子，那仨都包了。吃饺子好像有更咸的啊。